我就觉得我离不开宜兰太久。透过他的料理到消费者的口中，这样子可以让消费者更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宜兰的物产的一种丰富。明哥老板，我要两杯热奶茶。两杯，好。这群外劳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，然后他们吃的食物很奇怪，他们在喝那是什么东西？其实是让我想要告诉大家说，哇，这里缅甸街移民们为什么会来到台湾？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。